台铁法莲水泥复查斩钱台料，一百空中人完工过后，因为截料太长，造成唔顺时，一次将黄金入来做顺利。经过地方民众反映的其他嘢，台铁桥系用嚟两嘢，屯地下室卖皮位素菜，行过漂浮也得30多亿料。特别提建议，珍惜其用，而来改善民众坐车位通线，每个月台料变做门内关的问题。 法莲水门复查条系100空中烟，推铁东埔铁路改善计划之中，受世界信心六建筑复查条，民众都辛苦放假日了太烫买票，迟到环境好加动荡。方便多了，这个空气啊，地下室空气不大。因为多了今天，民众买票就系为许多地下室，还靠周围送盐空间嘅日了太烫，因为冇送点热类，都关咧，唯有五眼安桥，推铁桥因而免疫，变咧千人万，实体两眼空气，到地下买票，电车嘅蔬菜，现在都日了太烫，回归正常使用。中银桥将有1/20左右嘅吼，统统喺老人家。 上下卖票进行打磨防偏，爱查查有一个缺床来，包括它的那个网络啊，这个部分，那当然还有一些硬体的工程啦，那包括机柜啦，包括我们的一些无障碍的一个空间的设置啦。不过推贴3点站水门站，平均当日抽查个人数大概有是530人，两日个时间，观光客很卡多，日下性格卖票太烫又很空间，南白也是要考虑到分流出席。 下冬阴都会较吼，我都讲袂想办法吼，搬家到流量吼，你对都下辈吼，经常就会后场蛮远啦。两位增加铁路送点解，带通提供建设，还有向民代表建议利用市集，也就是火车头后站空间来设计，加上出口就话运产区对观光也有好处。客家新闻王小琪发连报道。